我这样说，如果涨的是侯友宜，如果拉到28%、29%的是侯友宜，那么被气爆掉的就会是柯文哲。你来到重庆坦白，我是欧崇敬。我们看到啊，蓝绿啊，到底进入什么局面了呢？是绿呢，假装要合作了，也就是蔡英文啊，快要把他的消灭器给搬出来。而泛蓝这边呢，则是真的合不了了，也就是大家讨论的蓝白合到底合得怎么样呢？11月4号是侯友宜所说的最后的期限，这11月4号真的过了，过了以后呢？那侯友宜就讲了一句经典的话，是火车过站不会再等人了。确实，任何火车过站都不会再等任何的乘客。偏偏啊，这个比喻正好射中了柯文哲在十一月四号的行程。柯文哲显然是故意的。十一月四号他整个行程呢安排在花莲和台东。大家知道啊，花莲和台东啊，随随便便一搭火车啊，来回就是一个8小时、9小时。如果你去花莲跟台东啊，又说要办事情，那等于是再加上搭火车，如果再加一些活动的话，那么这么一来一往呢，你就得会使用了十几个小时。换言之，比如说早上7点多的火车，到回到台北呢，你可能已经是晚上9点的事了。那你还谈些什么呢？言下之意，你如果故意安排在花莲、台东，那你这一天的活动呢，就别想跟台北政坛有什么关系，你也别想跟台北政坛有什么会谈，或者是沟通，或者谈判，你行动意识放弃。所以柯文哲安排在花莲、台东呢，从台北出发，就算搭上最快的火车，时间也得像我刚才所说的这么多。那么火车过站，这当然是直接在说，这个柯文哲还搭了火车去旅游，还搭了火车去所谓的办事、所谓的活动，根本就没有要和两者之间啊，已经有明显的落差。这其中啊，一直希望蓝白合的连胜文呢，就说他已经放下了所有的恩怨啦，国民党也都放下了，结果还是合不了，十分遗憾。那么我们来看看这两者啊，为什么一定不合，或者说他们是真的不合吗？事实上是这样的，即便他们现在各推出一组人，也不代表他们绝对的不合，因为呢，民众可以自己合，因为他们只有各推出一组人，他们的立委席次才能保住，而这话是不能对外说的，因为一旦对外说，那等同于就破功了，也就是说没有办法让群众能够满意。但是唯一的办法是这样，让群众自行有默契，也就是在投政党票归政党票，而在投立委票也归立委票，但是在投大位票的时候呢，自动向某一组人来集中，而这个时间还足足有2个月的时间来加以酝酿，因为赖清德并不是无懈可击，简单的说，赖清德手上啊还有非常非常多的黑材料呢，等着被民众党或者是国民党轮流来揭发。如果像之前的赵天麟那个色情桃色事件呢，那样的情况之下，那么很简单的说，等同于所有的人啊都可能被拿出来爆料一番。这样一来，如果赖清德案子，我们这么说，因为未来还有个60天，也就是相当于啊大概是8周左右，8周里面只要有8个案子，甚至不用，甚至只需要有6、7个案子，就足以再把民进党呢，再从所谓的36%往下打到只剩29%，甚至不到29%。这时候很自然而然，根据过去的法则，那么侯友宜也好，柯文哲也好，都可能往上涨，看谁在那个时候可以涨过赖清德。我这样说，如果涨的是侯友宜，如果拉到28%、29%的是侯友宜，那么被气爆掉的就会是柯文哲。反过来，
如果被拉上来的是柯文哲，那么被气保掉的就是侯友宜。也就是，如果以今天的情况来说的话，三个人都还是有机会当选，因为他们真正的民调悬殊呢，并没有想象中那么大。和2020年呢10月以后的韩国瑜情况跟当时候的蔡英文情况并不相同。当然，我们必须说，在2020年6月以前的韩国瑜呢是绝对获胜，是后头啊有了情势上的奇特变化。但如今我们再回头想这件事，如果啊今天是赖清德往下跌呢？简单的说，赖清德要往下跌机会实在太多了，因为他后头有一个蔡英文，谁也不知道蔡英文在后头的60天会出什么招数，您说不是吗？基于以上的分析，那么我们可以拭目以待，未来的60天里面肯定不是垃圾时间，而是有许多的爆料会陆续的出炉，因为国民党也好，民众党也好。甚至蔡英文办公室也好，没有一方会完全的放下他们自己手边的事不干，而会努力的发出各种招数，然后让赖清德啊频频接招，那么整个民进党或者是至少整个新潮流就会人设崩坏。这时啊，人设重新建立的很可能就是侯友宜，或者突然异军突起的仍然可以有柯文哲。到底最后的结果是什么？怎么样？你得锁定我们的节目，重新坦白，我们会给你最新的动态。目前为止，我们仍然告诉你，极有可能现在所走的还是2022年当时候的新竹模式，也就是两组人对着民进党轮番攻击，而且选到最后，到底谁民调胜出，就请全力的去支持另一方，这才是最明智的上上之选。感谢你收看。